我是美玲，我来帮你们学习中文。今天是周六，我来到一个户外的素食美食节，这里有很多好吃的，而且都是素食，应该很健康。现在能听到音乐的声音，这里除了好吃的还有音乐表演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。今天天气很热，阳光特别强烈，所以我都快要睁不开眼睛了。现在我一直往前走，就快要到素食美食节的地方了。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帐篷，这些帐篷里就会有各种好吃的。我刚才买了这个 momo， 它和饺子挺像的，是 dumplings 的一种，然后主要是在印度和尼泊尔特别流行，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。这个紫色的 momo 是因为它用紫色的洋白菜的汁和面混在一起，所以才是紫色的，我觉得很漂亮。我现在尝尝这个好不好吃。很好吃。没想到这里还有拍照的地方，那我当然要去拍一些照片。这个是我刚才买的食物，这里面有田鼠、芭蕉，还有非洲的辣酱，然后你看到还有这些绿色的葱混合在一起，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食物，所以我想买来尝一尝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这个食物就是有一点辣，但是又有甜的味道，所以还挺棒的。If you like learning Chinese through vlogs, check out my other videos to learn real-life Chinese in a fun and engaging way. See you next time!